当我们说到企业排球联赛，排球迷们大多数第一个浮现在脑海里的球队，或许是长时间称霸台湾排球的台电。这一支排球联赛的元老球队实力坚强，在排球场上几乎可以说是无坚不摧的存在。但就在企联17年，一个拥有全新面孔的年轻球队从乱军中杀出，中断了台电跨季的60连胜。而这支新时代劲旅就是台中太阳神。台电是一个可敬的对手，那要赢他们非常不容易。那其实那一天，其实在整队的状况都是非常好的情况下，然后就是在你来我往中，稍微我们占了一点点优势，然后才赢下台电。不然其实我们跟台电打的话，我自己认为是4-6，因为台电它是对4-6分，因为台电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球队，不管是先发的选手，包括连替补上阵的选手都是很好的。面对传统强权，台中太阳神展现了出生之犊不畏虎的气势，靠着正中小巨人简伟伦、黄金左手吴宗轩、队长卢清泉等人的发挥，不但在例行赛扳倒了台电，更一路闯进总冠军赛才败下阵来。尽管最后太阳神无缘在球队的元年就夺下企业联赛的冠军，但是这支以丰原高商为主体的新生代球队已经证明了他们不容小觑的实力。在即将到来的企业联赛18年，冲击总冠军绝对是台中太阳神的目标之一。每个选手他们在技术上我相信都是有一定的实力，那要怎么让这一盘菜炒得非常好吃，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年度会去针对调整。作为一支落脚于台中的年轻球队，太阳神很清楚他们未来的路不应该只局限于球场上，而球团当初用太阳神阿波罗作为队名，就是希望这支球队不只是一个上场比赛的队伍，更要负起社会责任，透过教育、慈善等方法回馈给台中基层的球员以及年轻学子。太阳神我希望他是一个有自己球队文化跟形象的一个队伍的样子。其实当时在发想的时候，就说如果台中意向的话，到底会是想到什么？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回答第一个其实是太阳饼。这个 说起来有点好笑，但是其实这就会是一个高强度关联性的联想、故事性的内容来去发想的话，我就会后来就选择太阳神这个来去做。因为长远的，不要说这一季、下一季，当然我们以季赛、以竞赛而言，当然是希望能够打夺冠，这是我们下一季的目标。我觉得战绩当然是我的目标之一，但是它不是唯一。我反而会觉得说，在地衔接这件事情，其实是我想要在3年到5年内一直持续在做的一个发展的目标。但是如果在能够是以这样子的系统下去做练球跟发展在地的话，我觉得战绩不会是我唯一的考量。而在下一个赛季，企业排球联赛男子组的参赛队伍也将迎来史上最多的6支。面对这样的挑战，太阳神表示他们乐见其成，也已经准备好要大显身手了。对于今年度的18年企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那也希望有更多的球迷可以进场，支持他们所喜爱的球员，然后当然要支持我们台中太阳神。这个赛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球迷真的是很挺我们，很支持我们。那球员其实大家都觉得很感动。那排球这个市场让应该说慢慢的越来越好。那包括今年又有新的球队又要加入，我觉得这个冲击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互相的应该说是互相的激励吧。那也让整个市场跟球队整个越来越进步。那也希望球迷可以更多多的关注我们跟支持我们，一起进场来看球。无所畏惧的迎接未来的挑战，正是台中太阳神这样的年轻球队最特别的地方。相信有了第一年的经验后，台中太阳神将会在第二年闪闪发光，打出让球迷们疯狂的表现。就让我们一同进场看球，亲眼见证太阳神从璞玉化为钻石的那一瞬间吧。